别怕别怕，我没有恶意。李乔，我给你送吃的来了，你饿了吧？来，拿着。别打我！不会不会，我不会打你的，你别怕。你告诉我，这些伤是怎么弄的？是我爹打的。你爹？他怎么狠心把你打成这样？他不是我亲爹，是我娘改嫁以后认的爹。那，你爹这么打你，你娘也不管的吗？你一个女孩家，又为什么会流落街头呢？上个月，我娘得病死了，我爹要把我卖了，我不病，他就天天打我，不给我饭吃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只好逃出来了。你身上也有伤痕吗？浑身都有。快跟我来，你这些伤不上些药是不成的。怎么，那启儿不在了？在呀，我把她给带回来了。啊，这女孩好可怜的，上个月她娘过世了，继父就要把她给卖了。他不愿意，继父就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还不给他饭吃，最后他只好逃出来。刚才我看他的伤痕都红肿发炎了，必须好好的清理上药，而且要不停的换药，没有个三五天我想是不会好的。就算好了，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流落街头，难保又不会受人欺负，只怕才逃离一个虎口又掉进另外一个虎口啊。好好，你先别急，这女孩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说吧，没有关系啊。香琪，我叫朱香琪。几岁了？十五。这件事得跟他家人谈。啊，你家住哪里啊？啊！我不回家了，姑娘，你别给我饭吃，你不要给我上药了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要走了。你不会真的送他走吧？这一回去，只怕又是一顿好打。他已经伤得不轻了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，收留一个陶家的孩子，难保日后没有麻烦呢。既然他父亲要把他卖了，那我们就买下来，一了百了。是不是真的？你们真肯花钱买我？不是我们骗我的。在你身边这位是白姑娘，这是她家，只要你愿意留在这儿伺候白姑娘，你父亲那儿我自会派人去打点清楚的。愿意愿意，只要给白姑娘做牛做马我都愿意的。三婶婆，这事呢就麻烦你了。行，回头我问清楚他们家住在哪儿，明儿个我就去找他爹。贝勒爷，您放心，包给您办的是一清二楚，妥妥当当。好，那你就留下来了，跟白姑娘做个伴儿，好好听她的话。是是，谢谢大爷，谢谢白姑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姐。一起来吧。你的乐善好施，我们会铭记在心的。往后自当勤奋的工作，自力更生，竭力不再给您增添任何负担的。严重了，我原来就想找人陪伴你，现在有了香琪。我还嫌不够呢。我说三婶婆啊，合着呢三叔公也不在了，您呢跟孙媳妇又处不来，做老家怪气闷的，干脆搬过来帮帮忙。贝勒爷是不会亏待您的，我也省得再跑腿找人嘛，是不是啊？好啊好啊，只要白姑娘不嫌我老婆子唠叨就好了。怎么会呢，长妈肯搬过来一块住，那再好也不过了。很好，县城有两个人了，最好再有两三个丫头。不，千万不要了，我不需要人伺候，我什么都能做啊。我爹在世的时候
生活起居，哪一样不是我张罗？所以真的不必再找人了。何况这儿有湘琪和长妈帮忙，咱们三个会把这儿弄得很好的。只要您不嫌弃，有空的时候来这儿走走，让我有机会伺候您，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总聊胜于无啊。不然我将时时刻刻于心难安的。我若有空，自然会来看你的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功告成，继续吃饭啦！对对对，吃饭吃饭。来来来，请坐好啊。小弟，小裤子，慢点，慢点。是最主要的舞者，可我又最不争气，老练不好。胡说，你跳得很好，跳得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出色呢。这句话是哄我的吧？绝对是实话。嗯，听到了吗？是实话。小雨这次不得了嘞，谁不知道当年侧腹肌就是一场祝寿舞跳下来，王爷就舍不得放他走嘞。这次我们进宫献寿给皇上跳舞啊，小蕊啊就飞舞着飞舞着就飞上枝头嘞。你就会贫嘴，我哪儿比得上侧腹镜，这不就跌下来了吗？贱人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二娘夸你，你反倒来讽刺他，你比得上什么？比不上他飞上天是不是？妈，没有嘛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只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。玩笑话，堂堂因为侧腹镜，可由得你们随便开玩笑的啊？奴才都不敢，小妹乐心怒，都是奴才不好，奴才该死。知道就好，全是些个低三下四的东西，还不给我滚，统统给我滚，快滚，快滚啊，统统给我滚。人家都看到你们了，给我滚啊，给我滚。好了嘛，就这么一点小事情。这不是小事，我最受不了你这种什么也不在乎的态度。如果你不先尊重你自己，别人又怎么会尊重你呢？就拿刚才来说吧，人家把你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搬出来说笑，你居然还陪着笑。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。不然我应该怎么办？像你这样子对人家大吼大叫，把人家吓得三魂去二气莫剩一的，这样子人家就会对我尊重了，是吗？你好像很不以为然，莫非是觉得那些陈年旧事还挺光彩的？当年我的确是过了一些风光的日子，尤其是那个时候你阿玛尚无子嗣，我又才一进了门就怀了你，人人都说我有疑难之相，你阿玛欢喜的像个什么似的，把我给捧在手掌心里面，像个宝一样的呵护备至。好了好了，
最不耐烦听你讲那些个老掉牙的事情了，早都成了过眼云烟了，你偏要放在嘴上唠叨个没完。谁看不出来今非昔比了？要你一个劲儿的提醒人，就像你自告奋勇去教舞蹈是一样的，想象自己是当年的翩翩聊以自慰。别人表面上敷衍你几句重听的，其实私底下都在笑话你啊。不会的，怎么不会？言行举止再再的暴露你的可怜跟可悲之处，你知不知道你活像戏台上的丑角似的？你住口！你这样上次再跟你的娘说话吗？你就算我的言行真的不能够忘却过去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又没有妨碍到任何一个人，真有人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好了。我不准！谁说你没有妨碍任何人的？你就妨碍了我，你让自己成为人家的笑柄，我还带着你头来吗？我告诉你，整个王府里面最不尊重我、最轻视我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这附近叫我做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今天找出一块药酒什么的，喜事叫你去给你上药吧。这我怎么担当得起呀？青儿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不上你了，青儿。青儿，青儿。青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摔跤了吗？青儿，青儿，你答应我一声啊，青儿，青儿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别管他，叫他沙河里瞎磨一阵整整的。青儿，不要闹了吧？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呀！青儿，青儿，青儿。啊，赏你的。这没你事儿，谢小贝了。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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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不理你了。明儿肯定在侧福晋面前告诉你。只怕你这次要是搞不出口了，家门家世的说什么比不上我娘。可是你心里明明白白，他早已失宠，必须跌下来。就是讥笑他是凤凰从枝头上跌了下来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很俏皮，好得意啊！凭你的姿色武艺，或许当真能飞进宫里去做娘娘。可是你乱说话，不惜一语成谶，想给皇上的身子，这后面却要给他废了，这不是跌下来是什么啊？不对劲啊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站住！别跑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，这人怎么一下子不见了？哎，魏老爷！哎，快点！哎呀呀，魏老爷，你们户外游泳啊，这样子好危险的！哎呀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，快快上来吧，魏老爷，魏老爷！行，第一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你在这干什么？在这闹我？啊，好，那你要小心啊！啊！哎，快来人呐！快！
上去。去，面朝下，把豆子压在栏杆上面，看还能不能救。贝老爷，快呀！谁呀？没事，是小燕，没事，出什么事了？浩真，来，快，你没事吧？妈，快把这个皮带绷着了。浩真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发生的呢？我也不清楚啊。我跟小扣子还有阿克丹在园子里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听到一声惨叫，我看草丛里有一个人跑出来。我追赶不及，眼看他投了湖，我就赶紧跳下湖去救人了。贝勒爷，水是逼出了不少，一点气儿没有，怕是救不活了。这究竟是谁呀？怎么会是小蕊？小蕊，天哪！小蕊，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这又怎么了？是静儿，静儿吓晕了。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快醒醒啊！静儿。她是由内务府选出来那十几名乐女之一，叫做小蕊。这可是下个月要进宫的人呐！哎，这下可好了，这下可好了。这么年轻，这么出色的一个孩子，今天下午还在我的面前跳摇飞舞，怎么才这么一转眼间？就变成这么一个冰冷了、毫无生命的躯体了呢？你们几个与小蕊的死都脱不了关系。谁先说？回王爷的话，奴才和小蕊是同榻而眠的。昨个都预备要睡下的时候，是倩儿来喊他的。小蕊这一走，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啊不不，不是我，祥妹子叫我去喊的。好像是传我的话了，因为昨天下午练武的时候，小蕊不甚用心。才拍练了一会儿功夫，就扭伤了脚。他是主要的舞者，这么一来的话，大伙都甭练了。可是进宫驻守在即，实在是不能够有所延误，所以我就私底下把他给找来训了他一番。想是我说了几句重话，这个孩子一向要强，脸皮子又薄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屈辱。一时想不开就痛不起身。你呀，你说话也太不知道轻重了。这批乐女是内务府精挑细选的，你既然担任教导之职，就是责任重大，你怎么还能够统筹这样的纰漏呢？我看偏偏也是求好心切嘛。是啊，就是这一则之切，就出了人命。倘若死的是旁人，那还勉强交代得过去，可恰恰死的是主要的舞者，这还献什么舞吗？阿玛，主舞者也好，配舞者也好，生命是一样宝贵的，他们都有父母兄弟姐妹，在那些亲属眼中，他们失去的是骨肉，是手足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。
岂止人命关天，我担的关系可大了，叫内务府带了跟头不说，还带扫了皇上的兴。来人呐！在，立刻将车夫军直往东林府发动进击，炸了！你可别怨我，这是你自个儿办砸的。待我具折请罪，看看上头怎么说。运气好的话，关个三五天也就没事了。姨娘，你确定小蕊仅仅是挨了骂就去寻死，而没有发生其他更严重的事？什么其他的事？万一都已经有了定夺，你还要追究什么？你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只是骂了她几句话，因为她跟我顶嘴，我气得狠狠地打了她一顿，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出来了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你别再逼问我了，我求求你，浩真，这回我已经是懊恼欲死，别说是关我个三五天，就是关我个十天半个月，我也甘愿受之。只求让我一个人受罚，来平息这场风波吧。快快接我到中人府，咱们快走啊！这块刻了个真字，你那块刻了个祥字，我们自小佩戴，从未离身。你这到哪去了？我忘了。你不离身，我考不一定。洗澡更衣的能不离身吗？谁知道会搁在哪了？或许你该问问你娘。昨晚她从小蕊手中倒是拿了一块玉佩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你别问我，该说话的人是你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怎能无动于衷看着你娘替你顶罪？顶什么罪啊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小蕊手中抓一块玉，那是她有罪，怪不得我找不着啊。原来是叫她给偷去了，好个贼婆子，到死了还抓着不放。你还没有人心啊？要不是你把人家羞辱到极点，好端端的又怎么会那么惨烈的去投湖？生前死后都要遭你侮辱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警告你啊，口口无凭的，你还别乱冤枉人呢！什么叫我把人羞辱到极点？你看见了？你看见了？老天有眼，那就交给老天爷去管好了，你管不着啊！这，难怪在大堂上要逼问我娘。就是不安好心，想扯我后腿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家中，那风头抢的还不够，地位再低了，你还嫌不足啊？你把我整个人都踩在脚底下，我只不过是露个口鼻呼吸，再碍着你了，非得把我这个人头全搭进了泥里活埋，这才可罢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是我弟弟，虽不是同母，可是我们还有一半骨血相连。过去不管你怎么胡搞瞎整、闯祸败事，我总该念着手足之情，愿意包容你、原谅你。可是今天看着你如此恶性难改，根本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，我就一句话可说：我以你为耻。你摆什么上去的臭架子啊？你以为会怎么的？痛哭流涕啊？啊！呸！谁在乎你对我什么感觉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，我根本不在乎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不在乎，我根本也不在乎啊！你就是怎么拦着我的？
受气做人不好吗？你，我像什么荣华富贵啊？现在可好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活活泼泼的，没头没灯的，却突然间死，都怨你！你还我的女儿，你还我的女儿！你们二老节哀顺变吧。那是真贝勒，他背怜小脸轻声叫你们二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所以表示点心意，你快快收下吧。谢贝勒爷恩典，贝勒爷恩典，快别多礼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点，快停手啊！快停手！啊，给什么钱嘛？你们夺走的是一条人命，你们还多少钱？都还不起！你快别这样啊！你待着什么地方啊？不怕惹火上身吗？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！我要到阴曹地府去问问小蕊，你们王府是什么的？什么地方嘛？你啊，外边都是金碧辉煌，可里边有多黑有多脏啊！你们啊，小蕊，娘知道你死的冤。哎呀，快娘知道你死的冤呐！贝勒爷，需要出去透透气，您别跟来。这不急不急。哎呀，怎么不急？你看他激动的那个样子，不跟不放心的。哎呀，怀木在跟，你放心，丢不了他。他去什么地方，已经不言而喻了。香琪吗？是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谢谢贝勒爷关心，银霜姐好仔细的照顾我，已经好多了。这些点心请贝勒爷慢用。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。那我们不吵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帕子。我擦过汗，不大干净。没关系，我拿去洗吧。你陪贝勒爷好好说说话。哎，坐。不，我还是站着好了。
我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当你面对我这种一身华服、穿金戴玉、拥有一个响亮的封号、随从前呼后拥的所谓王公子弟，表面上你战战兢兢的，可是你心里面真正怎么想呢？是不是觉得我们面目可憎，皆非善类，一个全是锦绣衣冠里藏污纳垢的恶人？不，不是的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是我的态度不对吗？我对你战战兢兢，是因为我尊敬你，除了毕恭毕敬，不然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表达我对你的敬重呢？请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遵照你的话去做。没有，你没有什么不对，是我自己有些失态。最近遇到的事带给我很大的冲击，我虽然很努力想做些什么，可是死亡是那么的无奈，天意都难回，人的力量就更微不足道了。如果你指的是我爹，你已经为他做了许多许多。除了你爹，还有一条无辜的生命，昨天夜里葬送在王府之中。两条人命都跟这顶所谓的宝石顶戴有关，它是贵族的表征，我从来都把它当作是一种骄傲，一份自豪。可是今天我突然觉得它变得刺眼了。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顺眼多了？初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，可是从你的穿着谈吐也不难猜出你是富豪人家的公子，和那多隆一样。所不同的是，在你身上却找不出一丝骄纵跋扈的气息。你见义勇为，而且温和有礼，一个正直又好心地的人，是不是有华服衬托，是不是有宝石顶戴，那都不重要啊，你无需怀疑自己。我不知道昨晚王府里发生什么事，也不知道那无辜的人是谁，可我相信假如他魂魄有知，见你这样由衷的悼念他，必能感到安慰而能得着安息。就好像你为我爹的丧事如此尽心尽力，仅仅是萍水相逢一面之缘的人，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怎能不欣慰异常而含笑九泉呢？你很会安慰人。虽然是安慰，可是字字句句却是真心话。就好比我对你的战战兢兢，也是因为我打从心底里尊敬你的缘故啊。我倒希望你别那么战战兢兢才好。那比方说刚才我来的时候，长妈告诉我说你们在菠菜宗是吧，我倒想去瞧瞧那是怎么个弄法。你想去看菜园啊？就是帮你们去播播种子也未尝不可啊。啊，好啊，走走。开门呢，沈婆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开门呢，沈婆！哎，贝勒也在吧？在呀，来了好一会儿了。哎，咱们快进去。哎，贝勒爷帽怎么在这？贝勒爷，贝勒爷他人呢？奇怪呀，刚才明明跟银霜在屋里呀。贝勒爷，贝勒爷。贝勒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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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勒爷！哎，你们修耳报神怎么着？居然知道我在这啊！你瞧，贝勒爷，还笑。还笑。
叶西西，谢谢。这靴子挺特别的，像是动物的毛呢。是动物的毛啊，一只白狐的毛。哎，我十二岁那年初次狩猎，遇见了一只白狐。你要晓得，那样一身纯白毛的狐狸可是千载难逢，极其稀有的。我一手拿着猎网，一手抓着缰绳，我快马加鞭拼命的追呀追呀追呀。当时我个头小身子轻，当然我骑术可是一流的，因此我一马当先，终于追上了那只白狐，唰的一下网住了它。然后你就杀了它？哎，不不不，等随从们把它捆住了，我就走过去看它，而那只白狐也用它那对灵动的眼睛望着我。当时我心头一震，我忽然觉得那是一对人的眼睛，充满了哀恳。于是我不忍心了，立刻央求我阿玛将它放生。阿克丹觉得可惜了，就抽出匕首割下一丛白狐毛给我留作纪念。至于弄成这玉佩的穗子，那是我额娘想出来的法子，要不然经过这么多年了，这丛毛可能早就不知道飞哪去了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样的画面一定很动人，要是能画成一幅画挂在属于你的那间屋子里就好了，那么才真正像是你的房间，而不是一间客房而已。喏，拿着，随你要戴也好，要挂也好，总之它就代表着我。这我怎么可以拿你这块玉佩？这是你常年佩戴的贴身之物啊。如果你允许的话，这狐毛穗子可不可以分出一半给我？你要做什么？这你就别问了。好吧，不过猜猜弄弄挺麻烦的，就先搁在你这，我下次来的时候再拿。下次是什么时候啊？你说呢？贴身之物在你这，倘若不想叫我额娘追问，自然是越快拿回越好，对不对？贝勒爷，时候呢不早了。你快回去吧。你的卖身契不好端端的在这儿吗？对对对，他还在，我的卖身契还在，没事，我现在还是很安全的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在那间破庙里守着我爹尸体的时候，真希望那是噩梦一场。我整个人像被掏空似的，六神无主，
恐惧彷徨，一颗心虚悬着没个着落处。直到我手上拿了写着我爹墓志铭的小纸片，心里那份踏实，大概就像你这时候的感觉吧。银霜姐，天底下不幸的人何其多，可是想起咱们两个何其有幸，都遇到了贵人相助，才能免于至深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的处境。咱们可要牢记去感恩图报。我知道，不过我除了要报答贝勒爷，还要报答你啊。因为要没有你这么好心可怜我，我怎么也能得到贝勒爷的恩惠呢？所以你是我的头号大恩人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呢，大恩人，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头号大恩人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先给我做个头号听话的人，乖乖躺下睡觉。嗯，那你怎么还不睡呢？再忙着做活啊，脑也不睡了，这会儿一点都不困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帮不上忙的。这是在干嘛？哇，真的毛哎，打哪儿弄来的？是贝勒爷的，他少年时首次狩猎猎到一只白狐，可是他把它给放生了，只剩下一丛毛留作纪念。哦，所以这样像。